高高兴兴去喝喜酒，回家却发现自己的钱包被偷了。这是在大陆出现了婚宴大盗，这名行窃男子专门是锁定中高档酒店的婚礼，而且犯案的时候还会带着两岁大的女儿当掩护，趁着宾客不注意的时候行窃，而且一年多来多次得手。监视器画面里带着小女孩的男子行径诡异，来回穿梭在婚宴现场。画面放大来看，这名男子压低身子逗留在椅子后方，看似在跟小孩玩，其实正准备悄悄偷走婚宴宾客的钱包。第一次的目的来放松对他的注意力，他盗窃得手以后呢，可以把包便宜藏于一只手包小孩的一个和他胸部紧贴这个位置比较紧密的，会藏于这个位置。两岁大的孩子被拿来当犯罪掩护工具，警方依照饭店提供的监视器线索逮到这名婚礼大盗。原来因为收入少又染毒瘾，一年多来这名婚宴大盗已经在高档饭店成功得手多次，偷来的名牌钱包和值钱物品通通摆在家里。只是像这样，人家忙着喝喜酒，爸爸忙着偷东西，恐怕会带给孩子严重的负面教育。这是黄一芬综合报道。